大家好，这里是学姐黑科技，我是小编。今天小编给大家测试一下华为 P40 Pro 手机哈，看看这手机是否耐用。先来个划痕测试，在蓝宝石屏幕上划起来，这屏幕贼拉结实啊，咋划也划不动。可以看出华为 P40 很耐刮擦，上刀，用刀在华为的侧面刮一刮，哟。这竟然是铝做的，看金属都露出来了。刮完后啊，还能指纹解锁。用火攻，用打火机在华为手机屏幕烧了30秒，发现屏幕除了有个白点儿的之外，其他啥也没有了，一点儿也瞅不出来火烧过的痕迹。这也太牛了！最后小编放大招了，用两只手用力掰华为 P40。给吃奶的劲儿使出来，这手机就是啥事儿也没有啊！不得不说，华为 P40 是一部相当棒的手机。测试完毕，这手机太好了，我很喜欢它。最后，小编问大家，你喜欢华为手机吗？欢迎大家屏幕下方留言告诉小编哦。好了，本期小编就唠到这儿，喜欢我就关注我，咱们下期再见。